我们中国古典舞绿肥红瘦，它是宋代词人李清照的《如梦令》的一个文化意象。之所以选择这个作品，也是想让我们的美国青年代表团能更好地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。另外一个作品，我们选择的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山东民间舞的三大秧歌之一谷子秧歌。这是我们山东民间舞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舞蹈，也希望这次美国青年代表团来到我们山东有一个非常难忘的体验。